什么呀，这是啊？啊？哦，哎呀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把自己给玩进去了吗？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岳小军居然最后大逆转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哎，早啊！看什么呢？哎，哎。从这儿呢，别他妈想蒙我！你干嘛呀？这是？你说干嘛？前两天才两单生意，突然又多了两单。爱心饭给你的，丫是老板娘的人，我惹不起。但是，我惹不起他，我惹起你。你赶快把那两单生意给我退了。我不退。你退不退？再说遍，你退不退？有话我就是不退。有话好好说。你别拉倒，别拉倒，说，别拉倒，别拉倒，别拉倒。秦楚南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打听我小侄女是谁。有本事你打，你打，来来来来，你还真打呀？这我跟你拼了！哎，你放了我！哎哎，你别打我！别打我！过来，过来！哎哎哎！别打！冤枉！哎，过来！瞧你们俩那样，多大了还打架？一个倒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二，不好好反省一下，为什么卖不出车去？还有脸打架？要打外边打去！别在公司这给我丢人，陈总，我正要说这个问题呢。既然把话都说开了，我也不怕了。销售排名我不服，别人我不说啊，我就说岳小军儿，前两天才卖了两辆车，马上到月底了，突然又卖了两辆，而且这客户是爱心奋给的。这爱心奋为什么把他的客户给岳小军呢？这用不着解释了吧？艾总，你要是对我有仇呢，你就直说，用不着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秦楚南，你都已经学会抢答了，我就是在报复你。但是这两单呢，是小军应得的。第一单，当时我必须去华瑞公司签单，而且是詹总您让我把这单让给小军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来考虑的。而且小军从介绍车型到售后，全是由他一个人来负责的。我不明白这单为什么不能算他的。那好，那前天那笔生意呢？啊，赵志勇，我明明看见是他来找你的，是你谈的合同啊。赵先生这件事情就更好解释了。当初赵先生来店里退车的时候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干什么？不会已经忘了吧？你们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却没有一个人阻拦我，把我往火坑里推。要不是第二天小军冒着被你们告状的危险，开着试驾车带我去找赵先生赔礼道歉的话，赵先生不但不会再买咱们公司的车，而且还要把公司告上法庭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单，更是岳小军理所应当的。詹总，您觉得？嘿。没话说了吧？那照他那个意思，那老夏、笑笑好几单生意都有我的功劳，是不是应该算我一份啊？啊？这个东西不好那么说的吧？按照公司的新规定，本月业绩的最后一名被淘汰，希望你能够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。老夏。笑笑，说两句啊！我要被开了呀！啊，这个嘛，我觉得艾总说的还是对的，啊，这件事
楚南作为你来说，也是一个教训，需要重新做人，在做事上呢，也要留有余地，不要把事情过得太绝了，啊，这是给自己留一个后路。你们几个意思？我绝？啊？少校，老夏，谁出的主意啊？不是说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吗？怎么着？现在我要被开了，你们都不管了啊？你们都不管我了是吗？我要是被开了，你们也甭想在这待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这个东西，那当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。大家都在一个公司嘛，咱们公司的业绩好了，大家都有奖金拿；业绩不好了，老板不开心了，那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，是吧？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啊，能够正确的来理解这个意思。对呀，我们那是为了激励你。激励我啊？你们当初不是这么说的吧？跟你说，齐楚南啊，我始终啊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你这个心术不正啊，理解错了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我算是看清楚你们了。行，这是你们逼的我。你真打算把你偷来这个客户名册自己独吞了吗？幸亏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，我把这话都录下来了。如果说你们两个相信我的话，我会把这件事情办得妥妥当当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。在剩下的这一个月当中啊，我们之间不能再搞一些窝里斗、尔虞我诈了，要团结起来，把那个通过关系挤进来的勤奋排进到最后一名，末位淘汰。你是不是狗？是不是太恶毒？狗是一腿，滚！你出去，滚！